刚到，这给你。这没什么，刚好路过买的，尝尝吧。是挺惊艳的。不好吃，但不要浪费。别动。你想什么呢？我只是帮你擦掉嘴边的面包屑。你感冒了，我送你回家。来，吃药。有我在，也要好好照顾自己身体。时间不早了，你好好休息一下。如果明天有录影，就找其他人替班。这应该是我问你吧。所以什么？要吃了吗？
现在你跟我回去，好好休息。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是吗？昨天你欠我的事还记得吗？想起来了，好好休息，这是你欠我的。下不为例。